黑人陈建州被爆出性骚扰丑闻，让人想起多年前一档综艺，陈建州就直接冲入出狱女星房间。我将片源导入 HitPro 画质修复软体，修复成高清影片，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哦。来看看修复过后的影片吧。一定是炸药！我说为什么一直讲呢？看完影片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你觉得黑人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呢？都可以留言分享哦。另外呢，需要影片画质修复的朋友，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下载使用哦。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